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用无方》第八段，明毛光照业三昧门。我们看第十三忍光啊，第十三忍光啊，这一小段有两首偈啊，前面一首呢我们学过了，我们再看第二首啊，众生报恶难可忍，为菩提故心不动，常要称扬忍功德，是故得成此光明。这个前面这两句话了，正是我们现前修学过程当中的境界啊，能忍才能够顺利的通过，要是不能忍呢就被淘汰掉了啊。那么由此可知，这个众生报恶难可忍啊，这是对修行人来讲啊最严重的考试啊。那么这一关能通过呢，境界福慧也都是大幅度的提升，所以学佛的人念念都要想到为菩提故啊，为什么要忍呢？为求无上菩提啊，不能不忍呐！啊，我们在这个现阶段所遭遇到的困难啊，真的是非常难忍。马来西亚有个同学寄了两份资讯给我，我不知道是什么人寄的，也不知道这什么人写的啊，我看到之后啊很欢喜也很安慰啊。这个里面第一份啊，他幕后说啊，他说我是一个老人没名字啊，写了几句话了，写得很好啊，我在这个地方呢念一念呢，跟同学们共同啊来分享啊，人生的道路尤其是菩提道上挫折太多啊！啊，这经上讲的一点都不错啊！啊，众生为什么报恶呢？我们知道这个原因。世尊在《无量寿经》上讲得很好：“先人无知，不舍道德，无有余者，那就不能怪他了。”
我们看到现在的社会，看整个世界，伦理道德没有了，圣贤教诲没有了，宗教信仰也没有了，所以贪嗔痴慢疑呀，烦恼习气呀，比过去不知道要增长多少倍呀！啊，所以社会呀动荡不安，它不是没有原因的。啊，我们学道非常非常不容易。啊，那么这几句话对我们是很大的安慰，我们要常常把它记在心上。第一句话他说，如果你的微笑得不到回应不要紧啊，这是我们要学的啊，我们要学弥勒菩萨了。你看佛门里面，你一进庙门，你第一个见到的就是弥勒菩萨，弥勒菩萨对你微笑啊。啊，你不回应他了，弥勒菩萨还是微笑啊。应当学啊！啊，我们以微笑对人，啊，人家这个回应的是什么？理都不理会你，甚至于还跟别人讲，这人神经不正常啊！啊，他怎么会对我笑啊？真遇到过了啊，在外国还好一点啊，外国人虽然不像中国人啊，但是这种普通的礼貌他有，你给他打招呼不认识他也会给你打招呼，你对他微笑点头他也会微笑点头，中国人没这习惯。啊，所以这个你看这头一个叫我们呢不要紧，不要放在心上。第二呢是，如果你的礼敬啊，你对别人礼敬，别人怎么对你呢？换来了无礼粗暴也不要紧啊，你要晓得呢，这是现代社会正常的现象啊，那我们还是要对人礼敬啊，不管人家用什么态度对我，我们还是要照这样做。为什么呢？我们要学菩提呀，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头一条啊，礼敬诸佛，称赞如来啊，啊，我们要学，要学。啊，下一句说，如果你帮助他人却不被接受不要紧啊，如果你的信任换来了背叛也不要紧啊，都能忍呐、啊，这通通都是能忍呐、啊，啊，而且怎么还是要干？啊，我们对别人信任，人家对我们不信任是他的事情，啊，那不是我的事情，我们也觉得那是正常的，为什么？我们受的教育不一样，啊，我们接受的是圣贤教育。我们接受的是佛菩萨的教育啊，十善业道决定要能够落实啊啊，这里面这些话通通都可以归纳到十善业道
下一句说，如果他人不愿意回馈你的善行，不要紧，我们善行呢得不到回馈。但如果真能做到了，你就走在德的大道上。啊，那么这个德怎么成就的？忍辱成就的。啊，《金刚经》上佛说的好啊，一切法得成于忍，你不忍就不能成就。啊，你能忍呢，那你就成就。啊，下面他又说，你的怨言、失望和受伤，这是说什么？假如你不能忍的话，你不能忍，你看看你对人微笑，对人礼敬，你帮助别人，啊，你信任别人，别人对你是背叛，你这样做法，啊，依照圣贤教诲去做，依佛菩萨的戒律去做，得到是这么样一个结果，你有没有怨言？你有没有对圣教、对佛菩萨产生怀疑？啊，产生失望、伤感，这常有啊，就这么就退心了，这都源自于你自己的私心，这什么原因呢？换句话是，你没有把我放下啊，我跟我所没放下，哎，你才会有怨言、有失望、有灰心啊。那么这说明了，过失不在对方，不在外境，还是在自己。啊，不能忍吗？不能忍没看破吗？没放下吗？真看破放下了，哪有不能忍的道理啊？所以应该怎么样呢？无所求的持续，再持续在这一条大道上迈步啊。那么你这条大道啊，就成为啊道之路。你看修德成道啊，啊，前面能忍是修德啊，不怨天不尤人，还继续对人微笑，对人礼敬，帮助别人，信任别人。要知道你是个道德之人啊，啊，这是个老人传给我的啊。最后他说，我是一个老人啊，我收到这么一个讯息。另一个讯息呢，是外国人写的，意思大致相同啊。那么这是一个同修翻译的啊，他写了十条，我把他加了个题目啊，题目是我加的，出逆境，随恶缘是须知是死啊。过去我离开新加坡也是受很大的挫折啊，不过那次挫折
也碰到一桩喜事啊，就是澳洲移民部长欢迎我到澳洲去啊，给我一个最优惠的签证啊，这个签证就是澳洲的这个尖端人才啊，那个时候我已经75、76岁了啊，所以非常非常之难得啊。我离开新加坡，我写了一副对联勉励我们的同学啊，跟我去的有20多个人，我写的是处逆境随物远无尘秽，业障尽消啊，消业障啊。下联是出顺境随善缘无贪痴，福慧全现啊，我写了这么几句话勉励我们大家啊。那么这位外国的先生啊，他这个十条啊，我们的精神相同啊，我也在此地念一念啊，我念的是中文的译文啊，翻译的。他人们可能呢不合逻辑，不讲理啊，和自我中心啊，那就是成见很深，他不讲理，他自以为是。你遇到这个怎么办？无论如何认识爱他们吧啊，还是要爱护这些人啊。这个爱他们的是就是佛法里面讲啊，怜悯众生啊，众生的本性本善本性本觉，他迷失了自信啊，他染上了啊严重的习气啊，这个习气都是不善的习气啊，所以我们跟他们相处要原谅他，要同情他，要怜悯他，还是要爱护他。那第二条是你做善事，人们会指控你自私和别有动机啊，这个现在在社会上常有，我们这一生当中遇到太多了啊。你做好事做善事，人家都说你别有用心，天下哪有这种好人呢啊，就是他们心目当中不相信天下有好人啊！你要做好事，肯定有企图，肯定有目的啊！佛法里面讲的无私的啊，牺牲奉献的，舍己为人的，常常遭到这样的羞辱，还要不要去做呢？他说无论如何啊，任要去做善事啊，还是要去做善事啊，总是你自己认为是对的啊，爱别人是对的，敬别人是对的，行善是对的
啊，不过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要懂得，啊，佛门里有两句话说：慈悲多祸害，方便出下流啊。我们要有智慧啊，我们要观察境缘啊，也就是观察环境，观察人事啊，能欢喜接受当然很好，如果不能，我们只要做存善心就好啊，要有一颗善心啊，善事什么语言不足。可是另外要知道，这个地方的语言不足啊，不成熟啊，别的地方语言成熟吗？哪个地方语言成熟了，你就到哪里去做善事啊，不一定在这一个地方。这个地方语言成熟了，我们再回来做善事，这样就好啊。当这个地方人不欢喜我们做善事的时候，我们要回避啊。菩萨戒经里头讲得好啊，菩萨所在之处啊，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他不喜欢我们做善事，我们离开这里他也很欢喜啊，我们到别的地方去做啊。好在现在呢，交通便捷啊，我们活动的空间比过去啊一百年前那方便太多了啊。那我在1930年代十几岁的时候啊，从我的家乡要到香港这个地方来，走路啊，要走十几天呢。啊，要通过长江，啊，从江西从北走到南，走到广东，到这个地方至少要半个月啊。你看现在飞机呢，不到2个小时啊，1个多小时就到了啊。半个世纪之前，我们从中国到美国是坐轮船，差不多要坐1个月啊，从上海出发到旧金山或者到洛杉矶1个多月啊。那么现在飞机只要10几个小时啊，所以现在是哪个地方语言成熟就到哪里去做啊，这再好也不过了啊。下面第三条是，如果你成功，你会赢得不忠诚的朋友和真实的敌人为什么？无论是世法是佛法，你成功都有人嫉妒你，这个是一定要晓得的。自古以来就有，但是没有现在这么严重，没有现在这么普遍啊。我早年跟李老师学经教，学讲经，老师给我说了好几次，所以我的印象很深刻。
他说将来你出去讲经，讲得不好别人笑话你，那还没什么，如果真的讲好了，得到听众们的赞叹呢，你就走投无路了。那个时候我听不懂啊，为什么讲经讲到听众赞叹呢会走投无路呢？到以后自己亲身遇到了，这才晓得真的走投无路。台湾那么大，没有一个寺庙收容我。出家人嘛，也都认识嘛。到寺庙里招待你吃一餐饭可以，你想在寺庙里挂单住一天都不可以，真叫走投无路啊！寺庙欢迎什么人呢？欢迎敢经参佛寺的出家人。如果我愿意参加他们经参佛寺，行，他们都愿意收留我。这个不是我出家的目的啊，我出家不是赶经参的。我是对于佛法经教的羡慕感到没有人把这么好的东西发扬光大。我是抱这个念头出家的。那叫我去赶经参，把经教放下，这是违背我的本愿所以那个时候我很认真地去思索怎么办现在困难摆在面前一个呢，你要在寺庙里面去住，那就走经参这条道路；要不然呢，要坚持研究教理只有还俗还俗再加人间就叫就这个佛法了出家人没法子干事我们李老师就是在家人可是在家人的道场，你讲经讲得好的话还是有人嫉妒不愿意收留你这是事实所以我以后是遇到韩馆长韩馆长最初是我的听众他几乎一堂都不缺，自己还带笔记本，一面听一面写笔记，很用功以后我这个困难摆在面前了，逼着没法子了他给我商量，他说法师，他说我家的房子还有空的房间，所以你去看看能不能住如果能住呢，你还继续讲经寺庙里面不欢迎你去讲我们租地方去讲，借地方去讲他有些朋友做生意的有个朋友是做律师的，这个律师楼晚上是空荡的那个办公厅呢就给我们晚上每天晚上在那里讲经，讲了大概差不多三个月以后又是租地方厅比较大一点那么租都有租期的
啊，两三个月呢换一个地方，一年要换好几个地方。他给我张罗啊，给我联系啊，这听经的这些听众啊，跟他都有联系啊。我们这样子，这种方式啊，20年啊，20年呢，大家才捐一点钱，买了一层楼啊，就是景美的华藏图书馆。啊，那个场地也不大，啊，可以容纳100多人。啊，台湾的50平，一平是36尺，香港的36尺，50平，啊，不是很大的地方。啊，以后慢慢的呢。啊，这个捐助的人多了，我们就在那一层的时候，旁边的房子都给他买来打通，啊，3个单位打通，哦，那就很大了。所以总共啊，慈光图书馆我们离开的时候有250平，你就晓得多不容易啊！讲了20年呢，才不要再过这个流动的生活了，啊，有这么一个小地方了，啊，那么我一生，啊，确实，啊，不管人，不管事，不管钱，啊，所以这个道场，是韩馆长。他张罗大众，啊，大众出钱建的，啊，但是道场登记的名字是他自己，啊，那个时候我们没有组财团法人，也没有管这个管理委员会，没有这些，啊，没想到他往生了，他走了之后，这个集成这个产业的是他儿子。啊，那么我们到最后离开了台湾，啊，离开台湾呢，到新加坡，啊，离开的时候，我也写了几句话，勉励我们的同学，啊，同学跟我到新加坡20多个人，啊，就是现在在澳洲，啊，这一批人，我勉励他们大家。永远生活在感恩的世界，啊，韩馆长对我们30年的扶持，啊，前面20年是流动的，后面10年是安定的，啊，我们在道业上有一点成就，没有别的。江西没有中断呐，啊！啊，李老师当年教导我，啊，他用比喻说啊，他说拳不离手，却不离口，啊，打拳的人天天要练拳呐，啊，啊，3个月不练。那个骨头就硬了。唱歌的人啊，天天要唱，啊，3个月不唱了，他嗓子就哑了，就唱不出来了。讲经亦复如是啊，要常常讲啊，啊，半年不讲，就等于丢掉了。
啊，所以那个时候他老人家教导我们学讲经啊，你在一生当中至少一个星期啊要保持讲一次，啊，决定不能中断。他老人家自己给我们做榜样，啊，他在台中38年，确实，38年如一日，他每一个星期讲经一次，啊，所以这样教导我们。啊，我以后离开他老人家到台北了，我一个星期讲5天，啊，每一天的时候讲一个半钟点，消息传到台中，哦，他老人家高兴拍桌子，这还得了啊，天天在练呢，啊，出去的时候讲5天的，以后7天天天都是满的，没有一天是空档的，啊，讲的时间最多的我记得一个星期是30多个小时，差不多平均每天6个小时，啊，5个小时啊，平均每天5个小时，啊，一个星期大概是35、36个小时，这样练成的，啊，你没有讲台学不出来。啊，如果有讲台又有同参道友，那没有一个不成就啊，所以这我一生的经验啊，古大德的教诲这个意思我懂啊，那我自己这一生经验当中呢啊，我确实啊没有同参道友啊，啊，同学在一起切磋铸磨，那过去在台中有10年，这个得理。啊，我们有7个同学，等于像一个小班一样，每一个星期聚会一次。啊，研究李老师的这个经典。啊，老师讲经，我们复讲，复讲完了之后，同学们在一起研究讨论。啊，一个星期一次，10年如一日，啊，没中断过。这每一个星期四，在台中联社小教室，啊，我们搞了10年了。啊，徐新民、周嘉林都是我们7个同学里面的。啊，所以有老师指导。有同学可以互相在一起研究，那个进度就快了啊！所以现在有很多人问我怎样培养师资、培养人才，我知道啊，就古人所讲的10年寒窗啊，一举成名啊，那是真的，不是假的，就这个方法啊。如果我们能够有10几个人啊，找一个地方闭关。啊，这10几个人根基都扎好。啊，也就是说一定是落实弟子规。落实感应篇、十善业、沙弥律仪。啊，这个4个落实你就有圣贤的基础。换一句话说，你有资格成圣成贤啊！孔子教出来的，孟子也是教出来的，释迦牟尼佛12年学来的啊，都是教出来的啊！所以这个基础重要，没有这个基础那就不行。你就成就不了圣贤啊！你可以成就学者，
专家啊，你可以拿到博士学位，你可以拿到这个世间的著名大学教授，你可以拿到，你不是圣人。为什么呢？你能说不能写，你没做到啊。所以这四样东西可不能轻看啊。《弟子规》是什么呢？《弟子规》是四书五经十三经的在生活上的落实啊。换一句话是活的《论语》，活的五经，活的十三经啊。那么这叫学儒。学儒，学孔子，学孟子，真的学到了，那你就是现代的孔子，现代的孟子，就这么回事情啊。啊，佛学如果没有戒律，没有这四个根，他是佛学家，他可以拿到佛学博士，他可以在大学哲学系里面教佛学课程啊，做个名教授。他不是佛，他不是菩萨啊。为什么呢？他烦恼习气没断，佛菩萨的教诲他没做到。所以至少啊，这四个根要完全落实啊。有这四个根呢，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就成功了嘛啊。不要学多，学一部经。一部经学多久呢？学十年。啊，你比如你要是学第三经，啊，这十个人在一起学，每一个人每一天都要讲，啊，每一天不要讲多，讲半个小时。啊，电视剧播的时候啊，正好是一个阶段。啊，半个小时，这是一个节目。啊，每一天讲，那一天讲半个小时，这一部《地藏经》讲圆满，大概是半年。啊，或者四个月就可以讲圆满。啊，一天半个小时，那么你一年呢，讲三遍；十年呢，讲三十遍。你就变成地藏菩萨了，活菩萨了啊。你要是讲观世音菩萨经，观世音菩萨有三经啊，法华经里面的普门品，楞严经里面的观世音菩萨圆通章，华严经里面五十三参，善财童子参访观世音菩萨，第七回十七回向掌啊。你要是专学观音菩萨这三部经，那你就是活的观音菩萨啊。十年专学这个课程啊，啊，学无量寿经啊，那你十年至少的时候可以讲二十遍的啊，无量寿经长，半年讲一遍啊，你可以讲二十遍，遍遍都有悟处啊。这十几个同学在一起学习啊，切磋琢磨，各有专长啊，这个不会多起。为什么呢？将来学出来说人人都第一，没有第二的啊。像这个楞严经上二十五圆通章一样啊，二十五个菩萨个个第一，没有第二的啊，各有专长啊。如佛道都能够行起来啊。这个是去年我们从巴黎回来，从伦敦回来之后
我一直都在想这个问题。啊，自己年岁大了，81岁了，还能活几年呢？啊，这个一般世间人讲风烛残年了，啊，这个不能保障的，啊，所以我知道一些方法，啊，这些理论，我都常常讲给大家听，啊，大家都能够学到记住了，你们照这样去做，没有一个不成功，啊，这个里头最重要的呢，最重要是助缘。我们一般讲叫法缘，我们这个道场可以帮助你，别的道场不欢迎你去讲经，我们是你欢迎，非常欢迎，热烈欢迎。啊，别的地方不护持你，我这里护持你。啊，我们有几个道场。啊，我的家乡，啊，庐江实际禅寺，会欢迎你，没有问题。啊，那我们这个澳洲，啊，我们的澳洲有两个道场，啊，一个净宗学院，一个净宗学会，啊，学院在图文巴，学院在布里斯班，啊，也非常欢迎。啊，我们跟别的道场不一样，啊，我们的都希望成就儒释道三家的人才，啊，我们乐意供养你，乐意提供你讲习，啊，护持你，你能够法身莲心，啊，我们热烈的欢迎，啊，缘呐。啊，所以现在同学发现的是，你们的语言比我熟深呐、啊。我学的时候比你们苦啊，没有这么好的语言。啊，所以成功遇到不忠诚的朋友，啊，和嫉妒障碍，啊，怎么办呢？无论如何啊，认应该。去成功，啊，你要走成功的道路，啊，那么学成之后，出路怎么办？啊，这很多人担心啊，啊，因为我们这种修学自己自修，关起门起来自修，没有学会的。可是现在呢，现在行啊，现在我们有成绩，每一天学习的成绩全世界的人都看到啊，我们用网络，我们用微信啊，那我们十几个同学上课，我们的教室就是摄影棚啊，这个教室可以容纳20-30个人。啊，摄影。啊，上课啊，上课的这个状况完全现场直播啊。啊，同步的播出啊。虽然是闭关不出门。啊，从前闭关只能做到独善其身，没人知道你。现在独善其身，可以透过网络、卫星，把我们每一天学习的状况啊播出去，跟全世界有缘人共享。啊，他们可以在网络上学习。可以在微信上学习啊，我们虽然没有学位，你所学习的实际的
课程呢，大家都看到了。所以你十年只要一出去啊，我相信有很多学校啊会把博士学位送给你，有很多学校啊，就是有汉学系的学校啊，都会相征聘请你去做他们的指导教授。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呀！啊，我在求学的时候，我没有学位啊。啊，我也是最近这十几年，啊，奖金我们采取网络，啊，网际网络，啊，五年前。我们才有微信，啊，微信是2003年元旦开播的，啊，到今年5年了，啊，这个工具啊产生了很大的效果，啊，所以我在澳洲、在印尼这个大学里面送学位课。啊，请我去担任教授。啊，还推举我代表学校啊参加联合国的和平会议。啊，所以学位啊不是一个重要的东西。啊，重要是自己有识德能。这个才重要啊！我们希望年轻人真正立志走圣贤之道啊，在这一生当中希望真正做到圣贤的水平啊，学孔孟，像孔孟，学释迦，像释迦，就成功了。啊，决定要走这个路。底下一条说：“你今天做的善事，明天呢将会被忘记。”这个也不要放在心上。啊，无论如何仍要去做善事啊，一昧去行善，不求果报啊，这是圣贤啊。啊，如果去行善事希望得好报应，这是世界法啊！为什么呢？出不了六道轮回啊！我做善事，把我的这个善行回向求生净土啊！分别执这个执着都没放下。我要回向求生净土，行不行？行，生凡生同居土。为什么？你还着想，想待业往生。如果做一切善事，心里面干干净净，不求果报，求生净土，品位反而高了。啊，为什么呢？你放下分别执着。与出世道相应了啊，不求善果，善果更大这些理跟事啊，都要清楚，都要明了啊，要懂得
底下一条说，诚实和坦率会使你更容易受伤害。那你诚实，别人欺骗你啊，你坦率，别人行为是弯弯曲曲的啊。那么在这个社会上，你会肯定吃亏，常常吃亏啊。不过亏吃多了，你也会学聪明。啊，你接受教训多了吗？啊，你也能看出来。啊，有善巧方便呢、啊，去应付啊。可是怎么样呢？还是要无论如何，任要诚实和坦率。啊，还是要啊，不能不诚实啊，不能不坦率。啊，一生保持着诚实坦率，吃亏是消业障嘛。啊，上当啊，也是消业，好事不是坏事。啊，别人对我不诚实，对我不坦率，我对人一定要诚实，一定要坦率。啊，为什么？别人他是凡夫，我要学做圣人。啊，就是经上讲的，别人是为世间的福报，是满足他的贪嗔痴慢的，我们今天是为菩提故啊。